追求幸福被说有小王，误会大了很可怕。老公就跟他抱怨这样嘛，花了一笔钱做了。你是不是有小王的滋润才会这个样子？误会真的很可怕。老公突然哦，就都完全不碰他。后来有一次白天趁她老公去上班的时候，她就打开了电脑，看到一个神秘的资料夹，全部都是她老公治疗记录。今天晚间九点，东森超市33频道，妈妈好神经，俗女家务事。